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大家又在一起，请大家准备自己的心，来共同赞美敬拜我们的神。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感谢主，我们大家又在一起，在神的日子，我们聚集在一起来赞美歌颂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依旧在家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虽然我们疫情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们依然怀着信心，怀着盼望，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Amen。 好，我们来一起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耶稣尊贵，美丽无比，神。
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再一次荣耀，荣耀，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Amen。好，我们给神最大最大的掌声。Amen。在这个疫情非常非常糟乱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这里。但是当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末世的时候，十字架上的爱今天就彰显在这里，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只有从他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永久的平安，好不好？让我们今天永远的记住十字架的爱，它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它是我们喜乐的源泉。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东尼西有多东尼西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离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再次东尼西东尼西东尼西有多远，有多远，我的罪我的罪全赦免，全赦免，永远不分离。亲爱主神灵，触摸我的心，恩膏浇灌我灵。我可想你更加贴近你，住在你同在里。亲爱主圣灵，触摸我的心，恩膏浇灌我，贴近你，住在你同在里。再一次，亲爱主圣灵，触摸我的心，恩膏浇灌我灵。主，我可想你更加贴近你，住在你同在里。好吧，我们再唱我主耶稣。我主耶稣你被高举，你配得荣，身在天上，他已赐下他的圣灵，加添我力量，是随时的帮助。我何等渴慕，能一生与你同行到永远。
坦克慕，那一生与你同行到永远。亲爱主圣灵，你们亲爱主圣灵，触摸我的心，恩膏浇灌我灵，主我可向你更加接近你，主在你同在你。再一次亲爱主，亲爱主生命触摸我的心，恩膏浇灌我灵，主我可向你更加贴近你，主在你同在里。好不好，让我们再唱高一点，亲爱主，主在你同在你，主我可向你更加贴近你，主在你同在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这里，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圣灵的保守，感谢你圣灵的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感谢你在这段时间里面给予我们很多的平安，给予我们的喜乐。主啊，我们真的是恳求你，在这个疫情当代的时候，主啊，你能够带领我们，你能够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心中能够充满着你所给予我们的平安。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予我们平安，只有你，是吧？真的是我们让我们的全心灵、全身的心灵，我们的负担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说过你会帮助我们，你会背我们，你会帮我们一起来担当这些的负担。主啊，真的是我们要对你有信心，对你有盼望，将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手中，由你来带领我们的每一步的脚步，由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将我们的这个教会，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摆放在你的面前。主啊，请你能够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主啊，你都能看顾，你都能带领。主啊，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与平安，能够伴随着我们在这一周的时间，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接下来是牧师证道的时间，今天牧师的主题，证道的主题是基督里的自由。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大家又在一起。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一到十二节。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那么请你打开；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那么请你看我们大屏幕。在加拉太书中，使徒保罗这样写道：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要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感谢神赐给我们的话语。这段经文呢，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自由。说到自由这个主题呢，有这样一件事情啊，前几天呢，一位住在美国的弟兄啊，跟我闲聊，我们就说起来哈，我就问他说，你们要大选了，你会投谁的票啊？他跟我讲啊，他说我必须投川普的票啊。我说那为什么呢？你平时不是很反对他吗？他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川普能够保证我的自由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啊，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罪恶的权势里边释放了出来，他叫我们得到了自由。所以使徒保罗呢，他劝导我们要站立得稳，要我们不要被那些曾经奴役我们的那些罪所束缚。这样的道理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基督徒啊，就是得了自由的人，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呢，应该有一种自由的生活。那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要来思考了，什么是自由呢？我想这个问题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就认认真真的呢，去做了一点小研究啊。那我就从先看一看哈，这个世界怎么来定义自由这个字。那我查了一下字典呢，在字典里边呢是这样写的哈，自由呢，它可以作为形容词用，就是说哈，形容一种状态，是自己做主，不受限制，不受约束的意思。那么自由呢，也可以啊作为名词来用。作为名词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哈，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公民享有的按个人意愿活动的权利。那当然了，单纯从字典上去看呢，还不完全哈，我就又去查了查。我发现呢啊，最早使用自由这个词啊，放在政府的文件中呢，是来自于法国大革命啊。在1798年，法国大革命呢，他们就通过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就是哈《人权宣言》。在第四条里边呢，他这样写道啊，他说：“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那这个定义呢，就更加深入哈，也更加完全。那我又查了一些其他的资料啊，就说什么是自由呢？说自由是在人自己所拥有的领域自主追求自己设定目标的权利。那也有这样说的哈，说自由呢，就是在不妨碍他人同等自由的前提下，个人运用自身和自身所自有的能力，比如说财产，从事一切活动的权利。那还有说哈，自由呢，就是不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只要不危害旁人，就不应当禁止，如个人的私有财产、隐私、性取向、信仰、政治主张、嗜好。但是我发现呢，关于这个定义啊，怎样界定什么叫做私生活，就有严重的分歧。那到底是放纵啊，还是呢自律啊，
这个标准呢非常的难以分辨啊。那也有人说呢，什么是自由啊？自由呢就是说不的权利，就是我可以自由的去拒绝别人提出的要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看呢，对于我来讲呢是这样，是越看呢越糊涂。因为事实上本身自由啊，它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那么我又去查了一下啊，就说一说这个美国人呢，他们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通常来讲呢，美国人所说这个自由啊，它来源于罗斯福总统他在1941年呢他所做的呢一个论述。在1941年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呢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讲到啊，说每一个人呢都有四个自由，人生来呢有这四个自由啊，是需要呢政府来保证，或者呢政府来替他去维护的。那哪四个自由呢？第一个呢就是言论自由，那第二个呢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第三个呢啊叫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个呢叫免于恐惧的自由。那对于这四个自由来讲啊，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呢我们都不陌生，非常好理解哈、啊、按照我们字面理解呢就可以了。那什么是免于匮乏呢？这个翻译的呢是我们中文的哈、啊、非常的优美。那按照我对这个英文粗浅的理解呢，我发现呢它实际这个匮乏说的直接一点哈、啊、就是需要的自由。也就是说呢哈、啊、我们心里的渴望啊都能够得到满足。那这个就厉害了哈、啊、说这个我心中的希望呢不仅仅包含了物质的方面。说如果我缺衣少食啊，那么我就有权利啊盼望我能够得到的更好。盼望呢我能够生活的更好。那不但如此哈、啊、也包含了呢精神的需求。就是当一个人他有了食物，有了衣服，有了住宅之外啊，有了其他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呢，还会渴望心理的满足感，有一种心中所需要的这个存在感。那什么叫做这个免于匮乏的自由呢？就是我心中所有的这些想法，我的这些需求啊，都应该得到满足。那说的通俗一点哈、啊，这个就叫心想事成啊，我想我就得到。当我真正有这种自由的时候呢，这个我已经不再想任何东西了，多么美好啊！那这个免于恐惧啊，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呢没有任何的担忧，在生命里边没有威胁，精神上呢没有感到威胁。那我想一想啊，什么叫做免于恐惧啊？这个已经不仅仅是马斯洛他在人的需求理论中所说的那种安全的需求啊，说我应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已经远远的呢超越了这些。它还包括啊一个人呢对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心中呢不担心失去。这个呢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就是说不焦虑，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他的精神世界呢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到焦虑的。那这样的自由的人呢，你想一想呢，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我仔细的去想了想啊，我觉得呢罗斯福所描写的这种在这种完全自由的情况下生活的人呢，有点像我们古代所说的那种大丈夫啊。什么是大丈夫啊？咱们中国古代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人呢是大丈夫。也就是说呢哈，这样一个人呢他不能被外界所改变，无论是什么诱惑呀，什么压力呀，他的这个精神上呢是绝对自由的。但是罗斯福所说这个呢比我们过去所说这个大丈夫啊，他还要呢更深一步，就是说不但呢他从精神上自由，而且呢他在物质上呢他也是非常自由的。可以这么讲，这样的一个人呢想说什么呢他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呢他就做什么，想信什么呢他就信什么，物质精神都得到极大的满足，而且呢他永远都处于这种满足的状态。那你想一想，这是不是就是非常的不简单呢？拥有这样自由的人呢那是真的很幸福啊，应该说呢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所以呢我一下就理解了哈，
为什么这个诗人他会这样说？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话说回来呢，从圣经里边，神启示我们呢、啊，说我们是得了自由的人，我们就应该呢，有比罗斯福所说的、所描述的这种状态哈，我们应该比他们呢还要幸福，还要全面，还要深刻，是不是呢？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哈，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可以说呀，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去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心中还是有一点愧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我们呢，我们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你看，我们还是对物质有很多的需求啊。我们也没有呢免于恐惧的自由。你看，我们很难去摆脱这个物质的束缚啊。虽然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都知道哈、啊，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但是呢，谁扪心自问呢哈、啊？谁能够说我避免要为这个多挣点钱去奔波呢？人生在世，为五斗米折腰啊，没有办法的哈、啊。那说到这个不焦虑啊，生老病死啊，柴米油盐呐、啊，人到中年，下有小，上有老啊，哪一样他能够不让人焦虑呢？所以，如果说一定要评价一下我们现实的生活啊，不管你是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如果我们诚实的去评价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我们人生的状态，如果用自由这个词我们来形容的话呢，更像卢梭所说的话。卢梭这样说哈、啊，说人是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那卢梭说出了一个非常不幸的事实啊，就是说呢，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本来我们生来就是自由的，但是呢，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我们无时无刻呢不受着其他另一种势力或者什么存在的奴役。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啊，人生有很多无奈啊，让我们呢无力去面对理想和现实啊。哎呦，很难去平衡。你说谁不希望能够活得像那些得道高人一样啊？谁不希望呢自己活得好像是圣人一样呢？所以说起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应该呢从物质到精神拥有一种完全的自由。这对我们来说呀，好像呢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和我们的现实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渴望自由，我们渴望自己呢能够摆脱那些世界上对我们的捆绑，摆脱那些呢让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事情。但是我们好像真的是没办法，我们所渴望的这些东西啊，却无论如何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得不到。这种情节啊，就让我想起啊，在我们那个时代啊，那个李宗盛他唱的一首歌啊，他说：“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没有办法啊，无可奈何呀。基督徒啊，我们常常活在呢这种两难之间。所以弟兄姐妹们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所生活的状态，这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哈、啊，说我们是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在生活里边呢，依然被那些推不开、躲不掉的事情啊去捆绑、去辖制。这些事情啊，就是我在上一章跟大家分享的啊，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呢不得不去屈从它，让我们呢不得不去追逐这些事情。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现状呢？你是不是觉得哇，这样说来我基督徒的人生好失败啊哈，是不是说我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基督徒呢？弟兄姐妹们呢，先不要给自己下定义哈，实际在我们信仰历史中呢，如果我们回到使徒的时代，你会发现呢哈，使徒跟我们的感觉呢是一样的。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七章呢他就说过同样的话，他说呀，当我去努力按照律法去做一个好人，我忽然发现哈、啊，在我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什么样的矛盾呢？他说按照我心中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法的。你看这什么意思呢？说这是追求律法的人，他觉得哈、啊，
按照律法来生活，做一个严谨的侍奉神的人，按照神的生要求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他从来不反对这个律法，也不会说呢，我就贪恋这个世界上那些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让人堕落的东西啊。他说没有，我是喜欢律法的。在他没有信主之前呢，他的的确确啊是努力的遵守律法，而且呢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他发现呢，在我的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这个另外一个律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的生活，在我这个生命里边呢，好像有另外一种力量在支配着我。他这个力量啊是如此的顽强。所以保罗就说呀，说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相交，并且将我掳去，叫我服从这肢体中犯罪的律。那保罗说的呢更加的直接了啊，他说当这两个律啊在我心中征战的时候，一个光明一个邪恶呀，他说我发现了，不是说呢有时候这个赢有时候那个赢，而是说呢我身体中这个恶的律让我去遵循这个世界，让我去违反这个律法，就是让我自己都厌恶的这个律呢，他反而呢总是赢，一直赢。那保罗呢尝试了无数次啊，他最后的结果呢都是让他感到失败。所以他就呼喊呢，他说我真是苦啊。那保罗这个描写啊，实际呢非常真实的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被罪所辖制啊，被律法所辖制，或者说呢在各种偶像的这种权势的笼罩之下，这样一个奴仆的写照。我们今天呢有多少基督徒啊，我们立志呢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立志啊做一个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愿意痛改前非，说从此以后呢我要做一个新人，我要成为一个属于神的人。但是我们看呢有多少人啊在痛下决心之后啊依然不成功，到最后呢百般挣扎，然后也就放弃啊立志做一个好人了。我看过很多人呢戒赌，有些人上瘾呢赌博，然后呢他就戒赌，戒赌呢道理非常懂，心呢也非常的坚定，然后啊就把自己这个手指头呢砍掉一个表示决心。那这种人很多哈，可能呢很多人都见过。但是呢我仔细的想了想，到我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呢因为砍了自己的手指头最后呢就戒赌的。我倒是见了很多哈，砍了第一个不算，又砍了第二个，然后又砍了第三个的人。在教会里呢也有很多人呢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人，但是发现呢哈，圣经中神的要求，圣经中神所说的这些事情呢，在社会生活里边呢，甚至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在自己的生命里边呢，好像呢既不实际又行不通，自己非常的挣扎，祷告呢也去祷告了，读经呢也去读经了，但是最后呢这种挣扎就是不行，没有体会到呢神所承诺的哈那种完全的释放，完全的自由。最后呢不外乎两种结果哈，要不呢就是选择呀把信仰呢当做一个美好的理想，我理性感性都表示赞同，你只要说起来我都是全面的赞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不要对我要求太多，我对现实就妥协了，我甘心情愿的退一步，让我心安理得的去做罪的奴仆。那别人看起来哈，如果跟他非常亲密的人一看，哎呦这个人呢就好像精神分裂一样啊，那个拿起圣经回到教会，这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放下圣经出到这个生活里边呢，哎马上跟大家没什么区别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干脆呢远离这个信仰，我尝试了，我努力了，但是呢我放弃了，所以我就彻底的回到世界中，不要再跟我提信仰，哎，我已经尝试了，我比你试的呢还要多。那如果你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是被这种罪或者是偶像的力量捆绑啊，他说捆绑就捆绑吧，因为我尝试了，我真的呢是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们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哈，我们被奴仆的恶所辖制，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本来呢我们应该是摆脱了罪恶捆绑的人，
我们不应该呢继续活在罪恶和偶像的奴役之下，我们应该呢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应该是拥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哈，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保罗的意思告诉我们说哈，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过去，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从灵魂到肉体，我们所有这些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罪在我们身上的束缚，这些一切的呢都跟着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已经灭绝了。好像神这个在我们这个人体中啊，我们这个旧的创造啊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重新开始了。虽然从主观上来讲啊，或者说我们从这个第三者的角度，从物质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人呢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神面前，在这个世界面前呢，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呢，耶稣基督呢带给我们一个礼物啊，这就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神给了我们这种自由的能力啊，也给了我们呢这样全新的身份。但是我们的问题啊，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就活不出这种自由呢？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常常感到那种罪的搅扰，我们就没有自由呢？为什么呢？在经文中使徒告诉我们呢，你要站立的稳，你不要再被奴仆的恶去辖制。他在告诉我们说哈，如果我们再一次回到被罪辖制的状态呢，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得到基督。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就从自由这个角度呢来说，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或者呢什么叫做得到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耶稣基督呢告诉他的周围的这些听众啊，他说呢，神会把真理赐给你们，你们得到真理之后呢，你们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呢，如果一个人他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这样的自由，那说明一个情况啊，他没有得到神所赐给人的真理。主耶稣呢实实在在地跟我们讲啊，他说你们如果真的是得到了真理，那么你们就一定是能得到自由的。我们知道呢，一个沉沦的人呢、是因为认识到了福音的真理然后得救了。那么我们如果再想一想呢，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呢？福音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让人得到自由这个真理啊，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这个真理他最后成为了一个肉身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自由。我们如果得到这些真理的话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得到了基督。在希腊文里边啊，说到真理这个词啊，实际上呢我们常常把真理呢理解成为一些道理，或者呢一些哲学的结论呢，实际呢真理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犹太人或者一个希腊人当他们说起真理的时候呢，在希腊文里边他的意思啊指的是某种现实的情况。真理呢就是一种绝对真实的存在的东西。那什么是绝对的真实啊？从真理这个角度来说哈，就是神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所自己不明白的那些呢绝对真实的客观的存在的。现在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呢，这些东西呢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告诉我们了，这个呢就是真理。那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哪些真理呢？哈，我们可以简单的想一想啊，神启示给我们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奥秘。物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它如果是非常真实的存在，大家知道呢，这个就是真理。那么神启示我们呢，今天我们生活这个物质世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了解今天物质世界的奥秘呢，这决定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会怎样的生活。
那神启示给我们今天这个物质世界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物质的世界呢，它是暂时的。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不管是美丽的景色也好，美丽的山河也好，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也好，我们的家人，我们所有的感情，所有的这些东西哈，这一切呢都是暂时的，这一切呢都会过去的。过去是什么意思啊？过去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一天呢，这些呢都不会再存在了。了解这个道理啊，或者说了解这个真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的一切呀，终究有一天会过去，会不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啊，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呢，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呢是我们渴望的。我想要的和我真正需要的呢，我们必须分得清楚，我们必须呢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应该知道呢，我们的确是应该追求我们去需要的哈，但是呢我们要去控制自己的心中的渴望。我们知道哈，如果这个物质的世界终究要过去呢，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中把我们的眼光拔出来，我们能够抬起头啊，我们去看一看呢，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世界。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真理啊，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绝对重要的影响。那这是第一个哈，是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真理，物质世界的存在让我们明白这些。那第二个呢，就是属灵世界的奥秘。属灵世界的奥秘啊，或者说呢，如果用真理这个词来说呢，就是这个灵界的啊，它是怎样一个存在。了解灵界是一个怎样存在呢，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啊，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抱有呢什么样的盼望。我们知道啊，如果有物质的世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启示呢，我们不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我们眼前的物质之外呢，竟然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那么神启示我们了，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呢，不但是有物质的，也有属灵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人是有灵魂的，灵魂呢是永恒的，物质的世界是暂时的，属灵的世界呢是永远的。那么人生追求的是什么呢？当然答案呢就一目了然了，因为物质是很短暂的，一下就过去了嘛，而且不会永存。那么只有精神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呢，它才会永存。那么当然人应该呢去追寻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要去思考啊，我们将来啊要到哪里去。所以这个呢会决定呢，在你生命中你为什么做预备，你在生命中呢你要盼望什么。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啊，这个属灵的世界啊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未来天国的奥秘啊，在将来呢会发生什么。大家时刻记得真理的含义啊，就是说呢，它是一些真实会发生的事实，实实在在的真相，这个呢就叫真理。那么将来的天国是什么样呢？我们知道哈，神在将来呢会让人呢分开，会有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他拣选的一批人按照他的旨意啊，他会到天堂中去，那么另外一批人呢会到地狱中去。那在天堂呢是永恒的幸福，地狱呢是永恒的痛苦。那么在天堂或者天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们要知道的，对我们人来讲啊，那就是神要审判，神要奖赏，不是说呢随随便便的哈，大伙反正胡聊聊的都进去了，哎，都进去了，不分三六九就随便了哈，不是的，神要审判，神有奖赏的。那么奖赏的标准是什么呢？跟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物质有关系吗？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大的名声啊？你拥有多少财富啊？哎呀，你多么伟大哈？重要不重要？神是不是看这个呢？弟兄姐妹，神的标准不看这些，神的标准呢，是你认识他有多少，你为他呢做了多少。所以弟兄姐妹们呢，这是我们了解哈，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真相，整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三个
最基本的认识啊。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战胜了这个世界，不论是灵界的力量，还是说呢这个物质的世界中，他都是作为王的，他是得胜者。那么世界呢，会按照他的计划在不断的前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啊，都会按照他的计划呢，一步一步的前进，他掌控着所有的一切。那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理啊，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是不是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现在如何，我们将来如何。当我们了解这些真理，或者说呢，我们了解这些真相，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在今天的生活里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到有一个词哈，叫做呢无欲则刚。我非常喜欢用无欲则刚这个词哈，来描述呢我们基督徒所生活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呢哈，使徒保罗所描写的呢那种自由。什么叫做无欲则刚啊？我没有任何的这种欲望啊，所以呢别人就不能用这些欲望来束缚我，谁也不能左右我们，强力暴力的威胁不行，柔软的温柔的诱惑呢也不行，什么都不能吸引我们呢离开我们这个新造的人这种新的生活。那这样自由或者无欲则刚的生活呢，我们要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哈。我说的这个无欲则刚呢，不是说呢哈，真的是说我没有任何的欲望了，我是这个生活在深山里的隐士啊哈，也不是说呢，哎，我已经所有的欲望我都得到了满足，哎，我想什么我就真拿到了什么，含着这个银汤勺出生的人呢，哎，我的一生充满了快乐，我就从来没有不满足的东西，都不知道自己还需要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呢，我们知道啊自己要什么。我们也知道呢自己有什么，我们不会呀有那种呢不切实际的不需要的那种妄想妄求给自己带来烦恼的，没有，我们要的都有了。你说有东西好不好？好，但是我不要啊。这个呢是一种无欲则刚或者自由的状态啊。比如说哈，我们随便举个例子了啊，在我们生活中咱们都知道呢，金钱是万万不能缺少的哈，是非常重要的。经常有人问说，那你们基督徒认为钱重不重要呢？你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他，非常重要。那作为基督徒啊，面对这个金钱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比如说我自己啊，那我知道呢，我知道一个真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神掌握一切，掌握这个世界的一切。什么意思呢？他不会让他的子民缺乏，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就是真理。那当我有了需要怎么办呢？祷告啊，我求神呢，如果是我真的需要，他一定给我的，按照真理他掌握一切嘛，他可以给我，那是他的东西嘛，随随便便就给我了。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知道呢，我要努力工作，要努力赚钱，因为神赐给我智慧，赐给我身体，那他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创造我的目的不是让我当个寄生虫，他让我呢去工作去创造的，这是人的责任。那这个呢也是真理，这也是神启示来的真理啊。所以呢我会不会贪婪呢？不会。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呢，我知道呢我努力工作拿到我当得的份，这是神给我的，其他的东西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他可能呢完全的不属于我，财富呢不会带到天国去，所以多余的钱财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不了最后还不是剩下了，那剩下呢对你有什么意义？那还不就是零吗？这个就好像哈，有个比方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像比尔盖茨一样啊。什么意思呢？钱财对你都是够吃够花够喝的，多一点少一点这有什么不同呢？你像比尔盖茨哈，他现在状态，你跟他讲，哎，我一天能让你多挣多少钱，或者今天你要损失多少钱，对他都没什么意义了嘛。他呢，可以什么都不要，
他可以裸捐呢、啊。我们知道比尔盖茨他裸捐，为什么他能裸捐？大伙儿太有钱了哈，他所需要的他都有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的都有了吗？我们不再需要了。所以正因为呢，我们了解这样的真理，那什么真理啊？我们知道呢，神掌握这个世界，他不会让我贫困饿死的啊。我们知道呢，神让我努力工作，这是他创造我的意义。我们知道呢，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呢，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是物质世界的，它不会带到永恒的天国里去的。那么这三点道理我们都知道，真相啊，哈，真理啊，这三点我们都知道呢，那自然对金钱的态度呢，我们就会非常的坦然了。我努力，我拿我该得的，我不焦虑，我也不担忧，我也不贪婪。那谁这个时候拿金钱来诱惑你？哎呦，咱是不是多挣点钱呢？牺牲一下家庭，牺牲一下健康，牺牲一下你的信仰，让你的神退居二线，有意义吗？对你来讲没有意义，这种诱惑很可笑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呢，别人就不会用金钱、用财富来奴役你，你也就不会成为呢金钱和财富的这个奴隶。其他的事情实际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因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真理，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对神的信心，我们相信呢，耶稣基督他这位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当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去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成功者，将来呢，我们在天国里边我们会有奖赏，会有冠冕。所以无论是物质的世界、灵界，还是说呢将来的天国里边呢，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了。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很自然的呢，我们就可以凡事祷告啊，凡事仰望他。那这个彰显出来的一种态度呢，其实这个就是信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呢，所以呢我们也有这样的生活。当然你也可以说，因为有这样的生活呢，可以验证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那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信心，这就是使徒所描写的哈，在基督里。我们常常说，哎，基督徒追求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我们凭着信心完全的信靠他，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活出这样的生命，这呢其实就是在基督里。第六节经文中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使徒保罗说呢，如果你有了在基督里的生活，那么你受割礼也好，你不受割礼也好，你是遵守了这些律法的想繁琐的规定啊，还是说你没有遵守这些律法的规定，你都不需要担心，不需要焦虑，完全不需要，无所谓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了，最后的奖赏，最后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呢，神在拷问我们的信心。当你去追求，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成为一个精神自由、物质自由，我可以完全活得无忧无虑的，无拘无束的，那么神在问你，你对耶稣的信心在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当然也会有动摇，有挣扎，一定会的。说我现在已经过在这种生活中，我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我还会不会在心中有挣扎呢？会的。为什么我们会动摇，会挣扎呢？以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今天呢，我们是生活在征战之中的。这个魔鬼啊，他不会呢在边上就看着我们过一种这种平安幸福的生活啊，我们充满了自由的生活，他不会的。他会挑动我们心中这个老我呀，我们自己心中这个律呀，保罗所说的我这个心中肉体这个律呢还没有完全的死透。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啊，那碰到这种征战，碰到这种挣扎，你应该怎样去做呢？第五节他说呢，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的义。什么叫做顺应圣灵啊？顺应圣灵的带领呢，如果仔细地想一想，在圣经中讲到圣灵啊，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带领我们呢，就是真理他要带领我们，神用他的真理来带领我们。那么顺着圣灵行啊，
其实就是呢，要顺服圣灵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刚才讲了哈，说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很多的真理，今天世界的真理，属灵世界的真理，未来天国的真理，许许多多的道理都在圣经上。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神所启示的有天堂，有地狱，有审判，相信这些道理吗？将来一定会发生啊。很多人会说呢，我相信，我也相信你说的对的，我也相信你相信的，但是你有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去行啊？你有没有按照你所相信的去行呢？弟兄姐妹们，神不强迫人做任何事，包括呀，我们选择堕落。一个人拒绝神，说我想下地狱，神你为什么不拦阻我？我可以告诉你呢，神不会拦阻你的，神最多就是为你伤心，因为他尊重你的选择。说起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啊？我们向神悔改。弟兄姐妹，你不但要悔，你还要改啊。你的生命是不是按照神的要求你在努力生活呢？你所明白的那些道理啊，是只是你头脑的知识，还是说呢，你愿意在身体力行中你去彰显出你的所信的呢？你为你所信的付上代价了吗？不是让你去抛头颅洒热血，你就单纯的按照神的要求尽你的能力去生活，你做到了吗？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真正的相信呢，包含了顺服的行为。如果没有这种顺服的行为，神要求你去读经，去祷告，去参加团契，去爱别人，去努力的去不爱这个世界，去爱神，你是不是有这种顺服的行为呢？那当然了，如果你要说哈，说那样做的话，那不就限制我的自由了吗？那我也就不能说什么，那也只能随便你了哈。弟兄姐妹们呢，我们要做一个顺服于圣灵的人，这样呢，我们才有可能谈到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了这样的信心，你说我完全凭着信心，我相信神启示给我的真理，那些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我是坚定的相信的，我也在努力的啊，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一步一步的呢，按照他的要求往前走。那么保罗就提醒我们了，你就坚持住，你不要动摇。保罗提醒我们呢，要警醒，要保守我们的信心。那么在第二节哈，他讲到说哈，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我们常常会想啊，哎呀，我这个有了信心，我再加上行为呀，我再去守一点律法，让我别人看起来都说哇，你是个好人，然后我还有对神的信心，这多好啊，这不双保险吗？对吧？我们常常人心中的这个骄傲，这个老我就会冒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啊。为什么呢？啊，保罗说受割礼，受割礼呢，这是律法中的一条。那律法有很多，对吧？那我们说接受了割礼呢，哎，这是最重要的啊，对犹太人来讲，在传统中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样做了之后呢，自己就会心安理得呀，比单纯的信心呢，好像对比起来多了一点把握。哎，两个人往一块一站，说你凭什么相信神拯救了你？他说我凭信心，我相信啊。他说那你呢？哎，我也相信，但是你看我还有一个秘密，我告诉你啊，你看我还受了割礼，你有吗？嗯，没有。你看我心中非常心安理得呀，多了一点把握一样啊。那我要问你了，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啊，是不是如果有人再比你多遵守了另外一条律法，他就比你单纯的受割礼就更多了一点把握呢？同样的道理吗？那是不是最后就像过去守律法的犹太人一样，或者呢，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其他的那些宗教哲学的人是一样的，我们要攒一点功德，让我自己呢成为一个人间圣人，大家都说我是好人，然后我再去相信耶稣，这样更有把握呢？
那如果这样说，当我们走到那头，我们再回来看的话，那耶稣钉十字架还有什么意义吗？他不就白钉十字架了吗？所以保罗说呢，那其实就是不信，你没有相信耶稣这位神他为你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就说哈，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了。他说在你这样的人身上啊，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神的恩典。本来呢，神把这个恩典给你了，这是你有份的，但是呢现在没有了，你在这个恩典之中呢，你坠落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呢，如果你是一个已经靠着信心得救的人，那你要去相信耶稣基督啊，你要珍惜你现在的自由。我们今天呢不会追求哈、啊、去行割礼了。恐怕呢我相信哈、啊、我们今天的咱们华人的弟兄姐妹们呢，你也不会去要求自己啊去守那些犹太的律法。但是依然呢，我们会从自己心中的骄傲出发，从人的想法去说，我们呢不去靠这位耶稣基督，而是呢靠自己的努力呀、啊、看看我多厉害哈、啊。我们希望这个呢能够过一种在基督里，就是在神里的生活，这是不对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心，不管谁多么伟大的人，或者呢哪一种伟大的哲学，他来告诉你你应该凭什么获得自由，凭什么将来生活在天堂里，弟兄姐妹，只有一个神的真理告诉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其他的呢我们都不能去动摇。无论世界给我们什么样的诱惑，无论世界给我们什么样的威胁，我们都不要动摇。所以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呀、啊、保罗呢非常的情绪激动啊，他非常的愤怒，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他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他说这不是从神来的哈、啊，这都是呢邪门歪道啊。他说一点面教就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后来呢他还说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话哈、啊、他说恨不得那些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这个翻译成我们中文呢就是恨不得他们呢哎都断子绝孙呢哈、啊。那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呢，不要这样残酷哈、啊。保罗的意思就说呢，你不要理他们。哎呀，让他们说了你不要理他们，离他们远一点哈、啊。那离他们远一点呢，这个不是我说的哈，在圣经其他地方讲到，保罗也讲到呢，哎呀，离这些人远一点，跟他们吃饭都不要吃，不要让他们影响你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在今天生活呀，我们渴望不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神所应许的那种自由的人呢？完全的自由，彻底的释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啊，我们心想事成，想什么就做什么，永远都没有焦虑，没有担心，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生活。圣经说过这样的话啊，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我们只有去依靠这位神，这是世界的真相，这是世界的真实，这是将来一定要实现的，这就是真理。马丁路德呢，他谈到自由，他这样说哈，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他在他的论述里边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辖制我们，因为神已经把那样的自由赐给了我们。愿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在我们这一个非常动荡而又弯曲悖谬的世界里边，我们真的是可以顺应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活在基督里边，活出一个呢完全自由的生活。愿神能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自由赐给我们，在你的里边才有真自由。天父上帝，我们就求你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去看其他的东西，我们单单的注目在你身上。
天父上帝，求你给我们顺服的心，我们可以操练自己，操练自己的信。愿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真的是活出你自由的见证。愿你永远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把自己放在你的面前，求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下边呢就一同预备自己的心哈，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启示和神给我们的恩典。接下来是我们回应诗歌的时间，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的题目是当转眼仰望耶稣。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心存感谢对上帝恩惠的回应。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做实体的奉献，所以奉献的账号已经在屏幕上，请弟兄姐妹可以通过网上把那个奉献的金钱能够转到这个奉献账号里面，请在备注处填写你本人的奉献号或者名字。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所有福分，帮助我们为了你的荣耀和你的国而活。神啊，请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了解你希望我们每个人奉献多少，帮助我们以舍己来奉献，帮助我们决定能够荣耀你的奉献的数额。感谢你赐给我们的钱财，让我们能够用他们来向你奉献。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大家起立，我们一同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都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那下边呢是我们家事报告的时间哈。那因为还在呢警戒2.5级这个情况之下哈，所以我们依然呢不能进行实体的聚会。那么还是请大家每个主日呢在上午10点，请大家呢准时的在网络上，我们来共同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目前呢我们各个小组呢都是正常进行哈，我们还是在网络上，
请大家呢注意和自己的组长或者呢和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呢保持联络。那还有一些事情要提醒大家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呢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呢一直我们都没有停，我们开了圣经精读班哈。我们这次呢会在一起查考哥林多前书，是时间呢是在每周日下午的3点钟，是一个小时哈，也都是在网络上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感动，你觉得有这方面的需要呢，那么请你把这段时间拿出来，请你到我们的网站上，你去参考我们的去扫我们的二维码，那样呢你就可以入群，我们一同来学习哈。另外呢我们还有不再一样班，还有这个基督徒生命的培训班，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呢，请你跟柴经弟兄或者跟我联系，或者呢跟程曦或者张媛媛姐妹联系。好，其他的事情呢还是请大家去到我们的网站上哈，去了解我们小组的动态啊，还有教会的各种通知。如果政府有任何政策上的变化啊，我们会尽快的更新通知大家。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就默祷平安散会。